红极一时的玻璃锅究竟是不是智商税？看完你就明白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网上越来越多的厨具不再是以前灰扑扑的模样，而是变得漂亮起来。咱们上网随便一搜，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啊就跳出来了，让人挑得眼花缭乱。那这些高颜值的厨具使用效果怎么样呢？这几年最火的当属陶瓷珐琅锅了，它有很多颜色，各种型号，能满足大家炖汤、煮粥、焖肉等等的需求。不得不说啊，珐琅锅一经问世便会受到许多消费者的欢迎。然而到后面大家才发现，珐琅锅并不是啥新奇玩意儿，而是铁锅外套了一层陶瓷，老物件穿新衣，变成新东西而已。于是人们对珐琅锅也就失去兴趣了。结果没过多久啊，玻璃锅横空出世，以其超高的颜值、实惠的价格俘获了人们的心。有些人为了厨房美观呢，甚至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换成了玻璃的。看到这里啊，可能会有朋友担心，玻璃这玩意儿接触高温会不会爆炸呢？用它做厨具真的安全吗？不得不说，小伙伴担心呢很实际。那这红极一时高颜值的玻璃锅究竟好不好用？还是如同珐琅锅一样是智商税呢？今天呢，咱们就去看看这玻璃锅有啥优点。首先在颜值方面，它确实胜过了铁锅和不粘锅。玻璃锅是透明的，当咱们烹饪时啊，能看见食材在里面翻滚，这场景十分奇妙。所以啊，大家细心观察会发现，网上很多美食博主喜欢用玻璃锅来煮菜、煲汤啥的，这样拍摄出来的效果呀会更好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铁锅不粘锅用久了会变脏，而玻璃锅简单清洗一下就能恢复颜值。所以啊，也难怪大家喜欢用了。那问题来了，玻璃锅究竟安不安全呢？有些网友觉得不安全，因为有玻璃锅煮着煮着突然爆炸的新闻。厨房到处是玻璃，食材飞得到处都是，现场看起来状况十分惨烈。如果人刚好站在锅旁边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当然也有网友认为，只要买到合格的产品，玻璃锅就不会爆炸，反而能用很久。那玻璃锅真如前者说的那样危险吗？事实上，玻璃制品在高温的条件下不容易炸裂，因为玻璃的制作过程啊，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，咱们平时煮东西最高100摄氏度左右，达不到玻璃锅爆炸的标准。那为什么有人用玻璃锅煲汤结果锅爆炸了呢？这是因为玻璃锅能承受的温差不高，就像咱们平时用的玻璃杯，如果在很热的情况下突然碰到冰水，那它可能会爆炸。普通玻璃所能承受的温差大概只有80摄氏度，超过这个温度啊，那它就会爆炸。不得不说，如果大家在炖汤的时候突然往里加入冷水，那玻璃锅爆炸的概率很高。但其实这也和玻璃锅的质量有关，正规厂家出品的玻璃锅一般采用高硼硅玻璃、微晶玻璃当原材料，它们温差耐受高达150摄氏度，用于厨房烹饪刚刚好。而黑心工厂生产的假冒伪劣的玻璃锅，温差耐受度只有80摄氏度左右，使用这样的锅烹饪食物容易发生意外。因此啊，大家挑选玻璃锅时要擦亮眼睛，不怕万一就怕一万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对此大家有啥想法，欢迎一起来唠唠。